呀，二米，你那产前瑜伽练的咋样啊？不咋样，老公练丢了。啊？顺风不是跟你一起去的吗？钱顺风搭人顺风车出去吃饭去了。你们姐俩在这捣鼓什么呢？赶紧吃饭吧。对，爸，吃饭，都饿了，吃吧。哎哎，等会儿啊，刚子没回来呢。爸爸，你能不能不这么偏心眼子？那怎么了？你每回老刚子刚子，你哪回吃饭不是给俺们家钱顺风剩点汤啊？你家钱顺风不说那汤泡饭好吃吗？你这孩子今天怎么着逮谁跟谁来呢？那个钱顺风啊，干的是事业，跟客户出去吃顿饭，这不要多正常有多正常吗？可不，人家这还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你有招啊？心胸。你看人家赵刚的那个前女友王美丽，人爸爸吃不吃饭了？爸，爸，咋吃上了呢？不等我大姐夫了？等啥都等急眼了。那怎么的？咱家还能有秘密啊？爸。王美丽谁呀？二驴子，吃饭。放。哎呦我！王美丽谁呀？王美丽，就是你大姐夫的初恋女友。这家伙就现在就成你大姐三叉神经了，谁提跟谁来。但是有一点。我敢替你大姐夫打保票，他跟那个王美丽现在保证是一丁点联系都没有。没错。哎，那个美丽啊，这离我们家太近，我找个信号不好的地方跟你说啊。喂，哎，我怎么听像你大姐夫回来了呢？喂，美丽吗？啊，你到沈阳了？哦，你要约我见个面去宾馆呢？喂，美丽啊，喂。美丽，喂，美丽，美丽，这信号也太不美丽了。爸爸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大姐夫确实跟那个王美丽没有联系。他要有联系，我都不是人。他俩打电话呢。我回来了。爸好，媳妇好，二米好。大姐夫，哎，接电话呀。不接，现在是休息时间，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红火嘛。舌头怎么还大了呢？吃饭吧，啊，来，大米，吃饭吃饭。哎呀，哪个是我的啊？好好好，真不错，高粱米水饭，吃饭吧，哎。